兵福堡居士之一。娘子，我翻嚟啦。永春又曳啦，做咩喊啊？哦，佢扭计咯。系咪扭眼瞓啊？怕系啦，瞓着咗。系啊，等我放佢落床先。乖，乖啊。瞓啦。个仔瞓咗先静啲。唉，真系攰啊！咦，相公，你好似好攰咁嘅。嗱，饮杯茶先。唔使啦，唔使。你去边啊？哦，我去冲壶铁观音入嚟俾你送饼啊嘛。都话唔使啦，使乜咁麻烦啫？冲茶等春桃佢哋做啦。我想同你倾下偈。哦，好啊，相公啊。最近你好似有啲心事咁嘅，为咗乜嘢？娘子，你都唔系唔知噶啦。我前年考童子试，又考唔入前十名；元府试都系考到十六名。相公，你考到第十六名已经唔错啦。后来你又补咗无锡县嘅学生院。咁已经好难得噶啦，唉，勉强啦，唉，讲起嚟啊辛苦啦，真系提心吊胆，我印象都唔知几深刻。嚟，饮多杯茶，食件饼。得啦，唔该你。唉，你都唔知啊，个市场都唔知几细嘅。哦。听讲话一间间屋仔咁嘅噃，系咪啊？咩屋仔啊？系屋就好啦，系就系一间间隔开嘅，叫做豪舍，大约有二尺四阔啦，深就约莫啊三尺八啦。乜真系咁细间嘅啫咩？咁有几高啊？高啊，大约都系四尺七咁上下啦。咁矮嘅咋？咁点够一个人企啊？咪系咯，个人坐喺度已经局促到不得了啦。三更入场，到第日三更交卷，唉，真系筋疲力尽，意志消沉，仲有患得患失嘅心情。唉，我永远都唔会忘记赶考入科场嗰种痛苦。我都等你辛苦。唉，辛苦都唔紧要。不过有件事令我伤心欲绝，抱恨终生。是相公，唔好讲啦，唞下先啦。我永远都记得嘅，丁酉年八月七日，我哋两兄弟入场考试，到十八就翻去无锡，点知知道？相公，相公。你唔好咁伤心啦！知道阿爹系初九去世，我当时真系随心一血，系科场累我，累到我唔能够送阿爹终，我不孝。相公，呢件事都已经过咗咁耐啦，仲提嚟做咩？你无谓咁难过啦，饮啖热茶啦。娘子，我以后点都唔去应考噶啦，你原谅我，你明白我吗？我明白你嘅心意嘅。其实做人
又唔系一定要靠科举揾食噶，至多咪做过第二行，系咪？系啊，仕途咁险恶，啲人又咁热衷名利，勾心斗角，我都系怕咗啦。我都系咁嘅意思。不过我唔考科举，即系冇官做，咁你我点啊？你就冇官太做噶啦。相公，你以为我会稀罕做官太咩？只要我是丁福宝的太太，那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娘子，你真是我的贤内助，既然你这么尊重我的志趣，我就可以放心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了。家里都有几亩薄田可以糊口的。相公啊，你想印书做出版事业啊？是不是？前年我在江阴南清书院见到那里藏书丰富，我真是欢喜若狂。我暗中祝福自己，如果将来环境好转，我一定会照足他的书目尽量地买晒，用来研究教堪的。好啊，我都希望你成功。丁兄，呢度就系太和殿，真系气象万千啊！系啊，张大人，天子脚下嘅地方系特别唔同嘅。嗯，你睇下，建筑得雄壮宏伟，我从来都未见过咁靓嘅嘢，连装饰都咁精致，真系令我大开眼界。系啊，嗱，你睇下，呢度仲有四个大金刚添。系啊。来来来，还有六个古鼎，还有两只铜壳，两只铜龟，雕梁画栋，真是有气势了。今天我们入内城游玩真是开心了。福宝兄，你也成日都教书又学嘢，咁难得出来行下，应该尽情游乐至啱咯。冇错啦，丁兄应聘嚟北京大学堂做教习，真是勤力，他教数学和物理生物很有心得的。福宝兄很勤力的，而且又够晒精力，他跟我学医亦都很有恒心，最近还写了一本代数预备出版添啊。我真是高兴的，我一早就知道丁福宝兄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啊。哎，我们去吃晚饭啊。我请客啊。咁客气啊。多谢啊。多谢先啊。唔使客气。我哋不如去东华苑食饭啦，好嘛。哦，好到极啦。张大人是北京通介绍嘅地方，当然冇错㗎啦。东华苑呢其实就冇咩好食嘅。普通嘢嚟啫。不过唔知两位会唔会介意呢？係呢。唔会。张大人啊，咁东华苑有啲咩特别嘅咩？哦，咁我冇乜嘢㗎咋，不过有歌女埋唱，有多少声色之乐咁呢？咁啊，咁好闲啫，我哋落得凑下热闹嘛，係咪福宝兄？係见识下都好嘅。定庆一向都咁默契。东华苑就好近㗎啫，呢转个弯就到㗎。好啊，咁转弯囉。东华苑，哦，嗱，就是呢间酒楼啦，门面好辉煌喎。系啊，几位请入去啦。好啊。哦，张大人，请入嚟啊，请入嚟啊。哎，呢张台系最好噶啦，呢度够幽静啊。几位请坐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啊，杨老板啊。呢两位都是我的朋友嚟噶，哦，欢迎欢迎，请问饮咩茶呢？吓，就铁观音嚟好嘛？好啊好啊，好，
我叫佢冲冲茶。哎，伙计，冲茶啊！哦，啊系啦，杨老板啊，小凤今日有冇嚟啊？哎，有，小凤长住后教噶嘛，点敢偷懒啊？张大人要佢唱歌啊，亦话要佢埋台倾偈咧吓？哦，叫佢唱支歌嚟听下咁啦。吓、哎，小凤把声好靓啊，简直系肉喉啊！系啊，哎，唱起上嚟咧。猪酒肉盘咁噶，清脆到极，所以赵医师同埋丁教习都要嚟听下啫。小凤嚟啦，嗱，我去带佢埋嚟啊。小凤姑啊，过嚟呢度啦。老板叫我啊。系啊系啊，啊张大人咧要听你唱歌，仲多谢张大人。多谢张大人。使乜咁客气咧？小凤姑啊，今日唱咩歌啊？我好蠢噶，仲有咩识得唱啊？唱嚟唱去咪又系嗰几首啊？十玉竹、黛玉葬花、西厢记，系咪啊？仲有新学嘅潘金莲咧？咪咯，人哋都仲未曾识得唱噶，迟下先啦。唉、怕咩啫？已经唱得好熟嘅啦，吓唔使怕嘅、唱啦，我唔唱，唱啦，迟下唱都系一样嘅啫。而家随便唱一支啊！好啊，咁我唱《西厢记》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好，咁我叫袁索手嚟啊！小凤姑啊，你埋位啦吓！好，各位，咁我失陪啦。嗯。咦？丁兄，你去边度啊？我老师喺嗰边啊，我想过去坐下，失陪啦。哦，好好。余老师，哦，余老师，咁啱嘅，你嚟食饭啊？是啊，丁福宝兄，你又是来吃饭啊？是啊，张大人赵医师都来了啊，你在那边张台而已。哦，是啊，是啊。哎，丁兄啊，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？啊？识时语录？未啊。识时、是不是佛家书籍来的？是啊，是佛家的书籍来的。内容是讲释迦牟尼佛对这个世界的观点同埋佛祖的教化。哦，是这样的。丁兄啊，你就最喜欢搜集书籍，又发心教陷出版，但是佛教的书籍就比较少接触了，是吗？是啊，我一向都收藏很多古典的，四书五经、历史、诗词歌赋都有，唯独是佛经我未看过。那你就要看一下了。不过这样，这种是宗教书来的，我又不是教徒，看了有没有意思呢？不紧要的，佛家的道理博大精深，可以分很多种角度去研究，即使你不接受他讲的轮回思想，也都可以研究佛教的内容，他充满哲学意味的。是吧，余老师啊，这本识时语录可不可以借给我回来看一下？哦，那当然可以啦，我有几本，这本就送给你。送给我啊？多谢先、丁先生啊，啲菜起咗啊，张大人请你埋席啊。哦，得啦，我过去噶啦。余老师，我要翻过嗰边啊，第日再倾过啦。好，第日倾啊。春桃啊，去晒边呢？哎，乖，姐姐唔好喊啊，乖。相公，相公啊，帮我带啲纸嚟啊。睇到入晒神嘅，相公，相公啊，听到未啊？啊，咩事咁大声啊？姐姐喊啊！春桃地又唔知去晒边度，我咪叫你帮下手咯。系啦，你睇咩啫？睇你入晒神嘅。原来仔仔喊系嘛？诶，我睇紧呢本《释时语录》，真系睇到入晒神。咁精彩吸引嘅咩？系讲乜嘢噶？我读几句俾你听啊。佛教慈悲，冤亲平等。佛教慈悲，
呢句冇咩问题，不过冤亲又点会平等噶？即系话慈悲为怀，唔好将啲仇恨记挂喺心度，咁咪自然冇冤亲咯。咁仲有呢？一念不生，一尘不染。咁又点解啊？即系修养心灵，放下杂念，内心既无杂念，自然唔会受到外界尘俗嘅诱惑啦。咁即系色声香味触法都吸引唔到啦。咁呢个修行者就会清净愉快啦。修行者咩叫修行者啊？修学呢样方法嘅人，咪叫做修行者咯。我哋俗家人都可以噶。咁都几好喎。系啊，娘子啊，我发愿多啲研究佛学，我要出版佛学书籍，等佢喺市面流通至得。好啊。